八义第三，孔子谓季氏，八义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者以雍策，子曰：相为毕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仁而不仁，如乐何？林放问礼之本，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；临简，商，与其义也；临期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季氏履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汝弗能救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真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争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会事后述，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于者商也，始可与言失已矣。子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，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制季冠而亡者，无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之于天下也。其如视诸斯乎？指其掌。季如在，季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欲季，如不季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凌媚于躁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，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，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射不主皮，卫立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，子曰：次也，尔爱其阳，吾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是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是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薄，周人以利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？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事有三规，观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数射门，管事亦数射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，
有反殿，管事亦有反殿，管事而知礼，孰不知礼。子欲鲁大师乐曰，乐其可知也，始作细如也，众之纯如也，皎如也，亦如也，以成。宜封人请见曰，君子之志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献之，出曰，二三子，何患于上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子谓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武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，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伤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